健康科普动漫撸给你看。黄疸检查四招走天下，查经皮胆红素，查黄疸胆红素是关键。用什么查？经皮胆红素仪，放在宝宝额头上，轻轻一按，胆红素值就会出现在屏幕上了。查血，抽个血，如果血胆红素高，黄疸准没跑。肝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可是相当重要的，查个肝功能就能判断黄疸是不是肝生病惹的祸。验验宝宝和妈妈的血型，就知道是不是溶血造成的黄疸。查 B 超，胆红素先在肝脏被处理过，再搭上胆汁这趟列车，穿胆囊过胆管来到小肠，最后跟着粑粑去了尿不湿。肝大不大，胆塞不塞，肠堵不堵，这都是要立马排除的风险，赶紧上 B 超，超超更清楚。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，一旦发现病理性黄疸，首先要搞清楚大脑有没有损伤。像仪器，电极的一端连着电脑，另一端贴在宝宝的脑袋上，打开开关就能在电脑里看到数据了。